哥林多前书，哥林多前书第一章。奉神旨意，蒙召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，同兄弟索提尼，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，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，蒙召做圣徒的，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，基督是他们的主，也是我们的主。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。我常为你们感谢我的神，因神在基督耶稣里所赐给你们的恩惠，又因你们在他里面凡事富足，口才知识都全备，正如我为基督做的见证，在你们心里得以坚固，以致你们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。等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，他也必坚固你们到底，叫你们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日子无可责备。神是信实的，你们原是被他所召，好与他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得分。弟兄们，我借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劝你们都说一样的话，你们中间也不可分党，只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。因为格莱士家里的人曾对我提起弟兄们来说，你们中间有纷争。我的意思就是你们个人说，我是属保罗的，我是属亚波罗的，我是属基法的，我是属基督的。基督是分开的吗？保罗为你们定了十字架吗？你们是奉保罗的名受了洗吗？我感谢神，除了基利斯布并该由以外，我没有给你们一个人施洗，免得有人说你们是奉我的名受洗。我也给斯提反家施过洗，此外给别人施洗没有，我却记不清。基督差遣我原不是为施洗，乃是为传福音，并不用智慧的言语，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。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，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。就如经上所记，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，废弃聪明人的聪明。智慧人在哪里？文士在哪里？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？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？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，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，这就是神的智慧了。犹太人是要神迹，希腊人是求智慧，我们却是传定十字架的基督。在犹太人为绊脚石，在外邦人为愚拙，但在那蒙召的，无论是犹太人、希腊人，基督总为神的能力、神的智慧。因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，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。弟兄们呐，可见你们蒙召的，按照肉体有智慧的不多，有能力的不多，有尊贵的也不多。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，叫有智慧的羞愧；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，叫那强壮的羞愧。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、被人厌恶的，以及那无有的，为要废掉那有的，使一切有血气的，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。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，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、公义、
圣洁、救赎。如经上所记，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。哥林多前书第二章。弟兄们，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，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，因为我曾定了主意，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，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。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，我说的话讲的道，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，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，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，只在乎神的大能。然而在完全的人中，我们也讲智慧，但不是这世上的智慧，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。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，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。这智慧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知道的，他们若知道，就不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了。如经上所记，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，是眼睛未曾看见，耳朵未曾听见，人心也未曾想到的。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，因为圣灵参透万事，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。除了在人里头的灵，谁知道人的事？像这样，除了神的灵，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。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，乃是从神来的灵，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，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，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，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，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。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，反倒以为愚拙，并且不能知道，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。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，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了他。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呢？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了。哥林多前书第三章。弟兄们，我从前对你们说话，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，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，在基督里为婴孩的。我是用奶喂你们，没有用饭喂你们。那时你们不能吃，就是如今还是不能，你们仍是属肉体的，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、纷争，这岂不是属乎肉体，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？有说我是属保罗的，有说我是属亚波罗的，这岂不是你们和世人一样吗？亚波罗算什么？保罗算什么？无非是执事，照主所赐给他们个人的引导你们相信。我栽种了，亚波罗浇灌了，唯有神叫他生长。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，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，只在那叫他生长的神。栽种的和浇灌的都是一样，但将来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。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，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，所建造的房屋。我照神所给我的恩，
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，立好了根基，有别人在上面建造，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，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，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。若有人用金、银、宝石、草木、禾秸在这根基上建造，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，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。有火发现，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。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，他就要得赏赐；人的工程若被烧了，他就要受亏损，自己却要得救。虽然得救，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。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，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？若有人毁坏神的殿，神必要毁坏那人，因为神的殿是圣的，这殿就是你们。人不可自欺。你们中间若有人在这世界自以为有智慧，倒不如变作愚拙，好成为有智慧的。因这世界的智慧在神看是愚拙，如经上记着说，主教有智慧的中了自己的诡计，又说主知道智慧人的意念是虚妄的。所以无论谁都不可拿人夸口，因为万有全是你们的，或保罗，或亚波罗，或基法，或世界，或生，或死，或现今的事，或将来的事，全是你们的，并且你们是属基督的，基督又是属神的。哥林多前书第四章。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，为神奥秘室的管家，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。我被你们论断，或被别人论断，我都以为极小的事，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。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，却也不能因此得以称义，但判断我的乃是主。所以时候未到，什么都不要论断，只等主来，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，显明人心的意念。那时个人要从神那里得着称赞。弟兄们，我为你们的缘故拿这些事转比自己和亚波罗，叫你们效法我们，不可过于圣经所记，免得你们自高自大，贵重这个，轻看那个。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？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？若是领受的，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？你们已经饱足了，已经丰富了，不用我们，自己就做王了。我愿意你们果真做王，叫我们也得与你们一同作王。我想神把我们使徒明明列在幕后，好像定死罪的囚犯，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，给世人和天使观看。我们为基督的缘故算是愚拙的，你们在基督里倒是聪明的。我们软弱，你们倒强壮。你们有荣耀，我们倒被藐视。直到如今，我们还是又饥又渴，又赤身露体，又挨打，又没有一定的住处，并且劳苦，亲手做工，被人咒骂我们就祝福，被人逼迫我们就忍受，被人毁谤我们就善劝。直到如今，人还把我们看作世界上的污秽，万物中的渣子。我写这话不是叫你们羞愧，乃是警戒你们，
好像我所亲爱的儿女一样。你们学基督的，师父虽有一万，为父的却是不多，因我在基督耶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，所以我求你们效法我。因此我已打发提摩太到你们那里去，他在主里面是我所亲爱又忠心的儿子，他必提醒你们，纪念我在基督里怎样行事，在各处各教会中怎样教导人。有些人自高自大，以为我不到你们那里去，然而主若许我，我必快到你们那里去。并且我所要知道的，不是那些自高自大之人的言语，乃是他们的全能。因为神的国不在乎言语，乃在乎全能。你们愿意怎么样呢？是愿意我带着刑杖到你们那里去呢？还是要我存慈爱温柔的心呢？哥林多前书第五章。奉闻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，这样的淫乱连外邦人中也没有，就是有人收了他的继母。你们还是自高自大，并不哀痛，把行这事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。我身子虽不在你们那里，心却在你们那里，好像我亲自与你们同在，已经判断了行这事的人，就是你们聚会的时候，我的心也同在。奉我们主耶稣的名，并用我们主耶稣的全能，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，败坏他的肉体，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。你们这自夸是不好的，岂不知一点面酵能使全团发起来吗？你们既是无酵的面，应当把旧酵除尽，好使你们成为新团。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，所以我们守这节不可用旧酵，也不可用恶毒邪恶的酵，只用诚实真正的无酵饼。我先前写信给你们说，不可与淫乱的人相交，此话不是指着世上一概行淫乱的，或贪婪的，勒索的，或拜偶像的。若是这样，你们除非离开世界方可。但如今我写信给你们说，若有称为弟兄是行淫乱的，或贪婪的，或拜偶像的，或辱骂的，或醉酒的，或勒索的，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交，就是与他吃饭都不可。因为审判教外的人与我何干？教内的人岂不是你们审判的吗？至于外人，有神审判他们。你们应当把那恶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。哥林多前书第六章。你们中间有彼此相争的事，怎敢在不义的人面前求神，不在圣徒面前求神呢？岂不知圣徒要审判世界吗？若世界为你们所审，难道你们不配审判这最小的事吗？岂不知我们要审判天使吗？何况今生的事呢？既是这样，你们若有今生的事当审判，是派教会所轻看的人审判吗？我说这话是要叫你们羞耻。难道你们中间没有一个智慧人能审断弟兄们的事吗？你们竟是弟兄与弟兄告状，而且告在不信主的人面前。你们彼此告状，这已经是你们的大错了。为什么不情愿受欺呢？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？你们倒是欺压人，亏负人，
况且所欺压、所亏负的就是弟兄。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？不要自欺，无论是淫乱的、拜偶像的、奸淫的、做娈童的、亲男色的、偷窃的、贪婪的、醉酒的、辱骂的、勒索的，都不能承受神的国。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，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并借着我们神的灵，已经洗净、成圣、称义了。凡事我都可行，但不都有益处；凡事我都可行，但无论哪一件，我总不受他的辖制。食物是为肚腹，肚腹是为食物，但神要叫这两样都废坏。身子不是为淫乱，乃是为主，主也是为身子。并且神已经叫主复活，也要用自己的能力叫我们复活。岂不知你们的身子是基督的肢体吗？我可以将基督的肢体作为娼妓的肢体吗？断乎不可。岂不知与娼妓联合的，便是与他成为一体吗？因为主说，二人要成为一体，但与主联合的，便是与主成为一灵。你们要逃避淫行，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，都在身子以外，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。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？这圣灵是从神而来，住在你们里头的，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，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，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。哥林多前书第七章。论到你们信上所提的事，我说男不近女倒好，但要免淫乱的事。男子当各有自己的妻子，女子也当各有自己的丈夫，丈夫当用合一之分待妻子，妻子待丈夫也要如此。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，乃在丈夫；丈夫也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，乃在妻子。夫妻不可彼此亏负，除非两厢情愿，暂时分房，为要专心祷告方可，以后仍要同房，免得撒旦趁着你们情不自禁引诱你们。我说这话原是准你们的，不是命你们的。我愿意众人像我一样，只是个人领受神的恩赐，一个是这样，一个是那样。我对着没有嫁娶的和寡妇说，若他们常像我就好，倘若自己禁止不住，就可以嫁娶。与其欲火攻心，倒不如嫁娶为妙。至于那已经嫁娶的，我吩咐他们，其实不是我吩咐，乃是主吩咐说，妻子不可离开丈夫，若是离开了，不可再嫁，或是仍同丈夫和好，丈夫也不可离弃妻子。我对其余的人说，不是主说，倘若某弟兄有不信的妻子，妻子也情愿和他同住，他就不要离弃妻子。妻子有不信的丈夫，丈夫也情愿和他同住，他就不要离弃丈夫。因为不信的丈夫就因着妻子成了圣洁，并且不信的妻子就因着丈夫成了圣洁。不然你们的儿女就不洁净，但如今他们是圣洁的了。倘若那不信的人要离去，就由他离去吧。无论是弟兄是姐妹，遇着这样的事都不必拘束。
神召我们原是要我们和睦，你这做妻子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丈夫呢？你这做丈夫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妻子呢？只要照主所分给个人的和神所照个人的而行。我吩咐各教会都是这样。有人已受割礼蒙召呢，就不要废割礼；有人未受割礼蒙召呢，就不要受割礼。受割礼算不得什么，不受割礼也算不得什么，只要守神的诫命就是了。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，仍要守住这身份。你是做奴隶蒙召的吗？不要因此忧虑，若能以自由，就求自由更好。因为做奴仆蒙召于主的，就是主所释放的人；做自由之人蒙召的，就是基督的奴仆。你们是重价买来的，不要做人的奴仆。弟兄们，你们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，仍要在神面前守住这身份。论到同身的人，我没有主的命令，但我既蒙主连续能做忠心的人，就把自己的意见告诉你们。因现今的艰难，据我看来，人不如守素安常才好。你有妻子缠着呢，就不要求脱离；你没有妻子缠着呢，就不要求妻子。你若娶妻，并不是犯罪；处女若出嫁，也不是犯罪。然而这等人肉身必受苦难，我却愿意你们免这苦难。弟兄们，我对你们说，时候减少了，从此以后，那有妻子的要像没有妻子，哀哭的要像不哀哭，快乐的要像不快乐，置买的要像无有所得，用事物的要像不用事物。因为这世界的样子将要过去了，我愿你们无所挂虑。没有娶妻的是为主的事挂虑，想怎样叫主喜悦；娶了妻的是为世上的事挂虑，想怎样叫妻子喜悦。妇人和处女也有分别，没有出嫁的是为主的事挂虑，要身体灵魂都圣洁；已经出嫁的是为世上的事挂虑，想怎样叫丈夫喜悦。我说这话是为你们的益处，不是要牢笼你们，乃是要叫你们行合宜的事，得以殷勤服侍主，没有分心的事。若有人以为自己待他的女儿不合宜，女儿也过了年岁，事有当行，他就可随意办理，不算有罪，叫二人成亲就是了。倘若人心里坚定，没有不得已的事，并且由得自己做主，心里又决定了留下女儿不出嫁，如此行也好。这样看来，叫自己的女儿出嫁是好，不叫她出嫁更是好。丈夫活着的时候，妻子是被约束的；丈夫若死了，妻子就可以自由随意再嫁，只是要嫁在这主里面的人。然而按我的意见，若常守节更有福气。我也想自己是被神的灵感动了。哥林多前书第八章。论到祭偶像之物，我们晓得我们都有知识，但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，唯有爱心能造就人。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，按他所当知道的，他仍是不知道。若有人爱神，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。论到吃祭偶像之物，
我们知道偶像在世上算不得什么，也知道神只有一位，再没有别的神。虽有称为神的，或在天，或在地，就如那许多的神，许多的主。然而我们只有一位神，就是父，万物都本于他，我们也归于他，并有一位主，就是耶稣基督，万物都是借着他有的，我们也是借着他有的。但人不都有这等知识？有人到如今因拜惯了偶像，就以为所吃的是祭偶像之物，他们的良心既然软弱，也就污秽了。其实食物不能叫神看重我们，因为我们不吃也无损，吃也无益，只是你们要谨慎，恐怕你们这自由竟成了那软弱人的绊脚石。若有人见你这有知识的在偶像的庙里坐席，这人的良心若是软弱，岂不放胆去吃那祭偶像之物吗？因此基督为他死的那软弱弟兄，也就因你的知识沉沦了。你们这样得罪弟兄们，伤了他们软弱的良心，就是得罪基督。所以食物若叫我弟兄跌倒，我就永远不吃肉，免得叫我弟兄跌倒了。哥林多前书第九章。我不是自由的吗？我不是使徒吗？我不是见过我们的主耶稣吗？你们不是我在主里面所做之功吗？假若在别人我不是使徒，在你们我总是使徒，因为你们在主里正是我做使徒的印证。我对那盘问我的人就是这样分数。难道我们没有权柄靠福音吃喝吗？难道我们没有权柄娶信主的姊妹为妻，带着一同往来，仿佛其余的使徒和主的弟兄并基法一样吗？独有我与巴拿巴没有权柄不做工吗？有谁当兵自备粮饷呢？有谁栽葡萄园不吃园里的果子呢？有谁牧养牛羊不吃牛羊的奶呢？我说这话岂是照人的意见？律法不也是这样说吗？就如摩西的律法记着说，牛在场上踹骨的时候不可拢住它的嘴。难道神所挂念的是牛吗？不全是为我们说的吗？分明是为我们说的。因为耕种的当存着指望去耕种，打肠的也当存得粮的指望去打肠。我们若把属灵的种子撒在你们中间，就是从你们收割奉养肉身之物，这还算大事吗？若别人在你们身上有这权柄，何况我们呢？然而我们没有用过这权柄，倒凡事忍受，免得基督的福音被阻隔。你们岂不知为圣事劳碌的就吃殿中的物吗？伺候祭坛的就分领坛上的物吗？主也是这样命定，叫传福音的靠着福音养生。但这权柄我全没有用过。我写这话并非要你们这样待我，因为我宁可死，也不叫人使我所夸的落了空。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，因为我是不得已的。若不传福音，我便有祸了。我若甘心做这事，就有赏赐；若不甘心，责任却已经托付我了。既是这样，我的赏赐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传福音的时候，叫人不花钱得福音，免得用尽我传福音的权柄。我虽是自由的，无人辖管，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，为要多得人。像犹太人
我就做犹太人，为要得犹太人。像律法以下的人，我虽不在律法以下，还是做律法以下的人，为要得律法以下的人。像没有律法的人，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，为要得没有律法的人。其实我在神面前不是没有律法，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。像软弱的人，我就做软弱的人，为要得软弱的人。像什么样的人，我就做什么样的人。无论如何，总要救些人。凡我所行的，都是为福音的缘故，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。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，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。你们也当这样跑，好叫你们得着奖赏。凡较力争胜的，诸事都有节制，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，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。所以我奔跑，不像无定向的；我斗拳，不像打空气的。我是攻克己身，叫身服我。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，自己反被弃绝了。哥林多前书第十章。弟兄们，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，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，都从海中经过，都在云里、海里受洗归了摩西，并且都吃了一样的灵食，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。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，那磐石就是基督，但他们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，所以在旷野倒闭。这些事都是我们的见解，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，像他们那样贪恋的，也不要拜偶像，像他们有人拜的。如经上所记，百姓坐下吃喝，起来玩耍。我们也不要行奸淫，像他们有人行的，一天就倒闭了23000人。也不要试探主，像他们有人试探的，就被蛇所灭。你们也不要发怨言，像他们有发怨言的，就被灭命的所灭。他们遭遇这些事，都要作为鉴戒，并且写在经上，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。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，需要谨慎，免得跌倒。你们所遇见的试探，无非是人所能受的，神是信实的，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。在受试探的时候，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，叫你们能忍受得住。我所亲爱的弟兄啊，你们要逃避拜偶像的事。我好像对明白人说的，你们要审查我的话。我们所祝福的杯，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血吗？我们所掰开的饼，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身体吗？我们虽多，仍是一个饼，一个身体，因为我们都是分受这一个饼。你们看属肉体的以色列人，那吃祭物的岂不是在祭坛上有份吗？我是怎么说呢？岂是说祭偶像之物算的什么呢？或说偶像算的什么呢？我乃是说，外邦人所献的祭是祭鬼，不是祭神。我不愿意你们与鬼相交。你们不能喝主的杯，又喝鬼的杯，不能吃主的筵席，又吃鬼的筵席。我们可惹主的愤恨吗？我们比他还有能力吗？凡事都可行，但不都有益处。凡事都可行，
但不都造就人。无论何人，不要求自己的益处，乃要求别人的益处。凡世上所卖的，你们只管吃，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，因为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属乎主。倘有一个不信的人请你们复习，你们若愿意去，凡摆在你们面前的只管吃，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。若有人对你们说这是献过祭的物，就要为那告诉你们的人，并为良心的缘故不吃。我说的良心不是你的，乃是他的。我这自由为什么被别人的良心论断呢？我若谢恩而吃，为什么因我谢恩的物被人毁谤呢？所以你们或吃或喝，无论做什么，都要为荣耀神而行。不拘是犹太人，是希腊人，是神的教会，你们都不要使他跌倒。就好像我凡事都叫众人喜欢，不求自己的益处，只求众人的益处，叫他们得救。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。你们该效法我，像我效法基督一样。我称赞你们，以你们凡事纪念我，又坚守我所传给你们的。我愿意你们知道，基督是个人的头，男人是女人的头，神是基督的头。凡男人祷告或是讲道，若蒙着头，就羞辱自己的头。凡女人祷告或是讲道，若不蒙着头，就羞辱自己的头，因为这就如同剃了头发一样。女人若不蒙着头，就该剪了头发。女人若以剪发剃发为羞愧，就该蒙着头。男人本不该蒙着头，因为他是神的形象和荣耀，但女人是男人的荣耀。起初男人不是由女人而出，女人乃是由男人而出，并且男人不是为女人造的，女人乃是为男人造的。因此女人为天使的缘故，应当在头上有服权柄的记号。然而照主的安排，女也不是无男，男也不是无女，因为女人原是由男人而出，男人也是由女人而出，但万有都是出乎神。你们自己审查，女人祷告神不蒙着头是合宜的吗？你们的本性不也只是你们男人若有长头发便是他的羞辱吗？但女人有长头发乃是他的荣耀，因为这头发是给他做盖头的。若有人想要辩驳，我们却没有这样的规矩，神的众教会也是没有的。我现今吩咐你们的话，不是称赞你们，因为你们聚会不是受益，乃是招损。第一，我听说你们聚会的时候彼此分门别类，我也稍微的信这话。在你们中间不免有分门结党的事，好叫那些有经验的人显明出来。你们聚会的时候算不得吃主的晚餐，因为吃的时候个人先吃自己的饭，甚至这个饥饿那个酒醉。你们要吃喝难道没有家吗？还是藐视神的教会，叫那没有的羞愧呢？我向你们可怎么说呢？可因此称赞你们吗？我不称赞。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，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，拿起饼来祝谢了，就掰开说，这是我的身体，为你们舍的，你们应当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
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，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，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，是表明主的死，只等到他来。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，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。人应当自己醒察，然后吃这饼喝这杯，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，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。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与患病的，死的也不少。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，就不至于受审。我们受审的时候乃是被主惩治，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顶罪。所以我弟兄们，你们聚会吃的时候要彼此等待，若有人饥饿可以在家里先吃，免得你们聚会自己取罪。其余的事我来的时候再安排。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。弟兄们，论到属灵的恩赐，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。你们做外邦人的时候，随时被牵引受迷惑，去服侍那哑巴偶像，这是你们知道的。所以我告诉你们，被神的灵感动的，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，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，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。恩赐原有分别，圣灵却是一位，执事也有分别，主却是一位，功用也有分别，神却是一位。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，圣灵显在个人身上，是叫人得益处。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，那人也蒙这位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，又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信心，还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医病的恩赐，又叫一人能行异能，又叫一人能做先知，又叫一人能辨别诸灵，又叫一人能说方言，又叫一人能翻方言。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。就如身子是一个，却有许多肢体，而且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子。基督也是这样，我们不拘是犹太人，是希腊人，是为奴的，是自主的，都从一位圣灵受洗，成了一个身体，隐于一位圣灵。身子原不是一个肢体，乃是许多肢体。设若脚说，我不是手，所以不属乎身子，他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。设若耳说，我不是眼，所以不属乎身子，他也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。若全身是眼，从哪里听声呢？若全身是耳，从哪里闻味呢？但如今神随自己的意思把肢体俱各安排在身上了。若都是一个肢体，身子在哪里呢？但如今肢体是多的，身子却是一个。眼不能对手说，我用不着你，头也不能对脚说，我用不着你。不但如此，身上肢体人以为软弱的，更是不可少的。身上肢体我们看为不体面的，越发给它加上体面；不俊美的，越发得着俊美。我们俊美的肢体自然用不着装饰，但神配搭这身子，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缺欠的肢体，免得身上分门别类，
总要肢体彼此相顾。若一个肢体受苦，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。若一个肢体得荣耀，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。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，并且各自做肢体。神在教会所设立的，第一是使徒，第二是先知，第三是教师，其次是行异能的，再次是得恩赐医病的，帮助人的，治理事的，说方言的。岂都是使徒吗？岂都是先知吗？岂都是教师吗？岂都是行异能的吗？岂都是得恩赐医病的吗？岂都是说方言的吗？岂都是翻方言的吗？你们要切切地求那更大的恩赐。我现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们。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。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，并天使的话语，却没有爱，我就成了明的锣，响的钹一般。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，也明白各样的奥秘，各样的知识，而且有全备的信，叫我能够移山，却没有爱，我就算不得什么。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，又舍己身叫人焚烧，却没有爱，仍然与我无益。爱是恒久忍耐，又有恩慈。爱是不嫉妒，爱是不自夸，不张狂，不做害羞的事，不求自己的益处，不轻易发怒，不计算人的恶，不喜欢不义，只喜欢真理。凡事包容，凡事相信，凡事盼望，凡事忍耐。爱是永不止息。先知讲道之能，终必归于无有；说方言之能，终必停止；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。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，先知所讲的也有限。等那完全的来到，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了。我做孩子的时候，话语像孩子，心思像孩子，意念像孩子。既成了人，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。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，模糊不清，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。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，到那时就全知道，如同主知道我一样。如今长存的有信、有望、有爱这三样，其中最大的是爱。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。你们要追求爱，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，其中更要羡慕的是做先知讲道。那说方言的，原不是对人说，乃是对神说，因为没有人听出来。然而他在心灵里，却是讲说各样的奥秘。但做先知讲道的，是对人说，要造就、安慰、劝勉人。说方言的，是造就自己；做先知讲道的，乃是造就教会。我愿意你们都说方言，更愿意你们做先知讲道，因为说方言的，若不翻出来，使教会被造就，那做先知讲道的，就比他强了。弟兄们，我到你们那里去，若只说方言，不用启示，或知识，或预言，或教训，给你们讲解，我与你们有什么益处呢？就是那有声无气的物，或箫或琴，若发出来的声音没有分别，怎能知道所吹所弹的是什么呢？
若吹无定的号声，谁能预备打仗呢？你们也是如此，舌头若不说容易明白的话，怎能知道所说的是什么呢？这就是向空说话了。世上的声音或者甚多，却没有一样是无意思的。我若不明白那声音的意思，这说话的人必以我为话外之人，我也以他为话外之人。你们也是如此，既是切慕属灵的恩赐，就当求多得造就教会的恩赐。所以那说方言的，就当求着能翻出来。我若用方言祷告，是我的灵祷告，但我的悟性没有果效。这却怎么样呢？我要用灵祷告，也要用悟性祷告。我要用灵歌唱，也要用悟性歌唱。不然，你用灵祝谢，那在座不通方言的人，既然不明白你的话，怎能在你感谢的时候说阿门呢？你感谢的固然是好，无奈不能造就别人。我感谢神，我说方言比你们众人还多，但在教会中，宁可用悟性说五句教导人的话，强如说万句方言。弟兄们，在心智上不要做小孩子，然而在恶事上要做婴孩，在心智上总要做大人。律法上记着，主说，我要用外邦人的舌头和外邦人的嘴唇向这百姓说话，虽然如此，他们还是不听从我。这样看来，说方言不是为信的人做证据，乃是为不信的人。做先知讲道不是为不信的人做证据，乃是为信的人。所以全教会聚在一处的时候，若都说方言，偶然有不通方言的或是不信的人进来，岂不说你们癫狂了吗？若都做先知讲道，偶然有不信的或是不通方言的人进来，就被众人劝醒，被众人审明，他心里的隐情显露出来，就必将脸伏地敬拜神，说神真是在你们中间了。弟兄们，这却怎么样呢？你们聚会的时候，个人或有诗歌，或有教训，或有启示，或有方言，或有翻出来的话，凡事都当造就人。若有说方言的，只好两个人，至多三个人，且要轮流着说，也要一个人翻出来。若没有人翻，就当在会中闭口，只对自己和神说就是了。至于做先知讲道的，只好两个人或是三个人，其余的就当慎思明辨。若旁边坐着的得了启示，那先说话的就当闭口不言，因为你们都可以一个一个的做先知讲道，叫众人学道理，叫众人得劝勉。先知的灵原是顺服先知的。因为神不是叫人混乱，乃是叫人安静。妇女在会中要闭口不言，像在圣徒的众教会一样，因为不准他们说话，他们总要顺服。正如律法所说的，他们若要学什么，可以在家里问自己的丈夫，因为妇女在会中说话原是可耻的。神的道理岂是从你们出来吗？岂是单临到你们吗？若有人以为自己是先知或是属灵的，就该知道我所写给你们的是主的命令。若有不知道的，就由他不知道吧。所以我弟兄们，你们要切慕做先知讲道，也不要禁止说方言，凡事都要规规矩矩地按照次序行。
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。弟兄们，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，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，要靠着站立得住，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，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，就必因这福音得救。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，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，而且埋葬了，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，并且显给基法看，然后显给十二使徒看，后来一时显给五百多弟兄看，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，却也有已经睡了的，以后显给雅各看，再显给众使徒看，末了也显给我看。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，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，不配称为使徒，因为我从前逼迫神的教会。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，是蒙神的恩才成的，并且他所赐我的恩不是徒然的。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，这原不是我，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。不拘是我，是众使徒，我们如此传，你们也如此信了。既传基督是从死里复活了，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？若没有死人复活的事，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。若基督没有复活，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，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，并且明显我们是为神妄作见证的，因我们见证神是叫基督复活了。若死人真不复活，神也就没有叫基督复活了，因为死人若不复活，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。基督若没有复活，你们的信便是徒然，你们仍在罪里，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了。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，就算比众人更可怜。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，成为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。死既是因一人而来，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。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，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，但个人是按照自己的次序复活。出熟的果子是基督，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，再后末期到了，那时基督即将一切执政的、掌权的、有能的都毁灭了，就把国交与父神，因为基督必要做王，等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。近末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，因为经上说神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，既说万物都伏了他，明显那叫万物服他的不在其内了。万物既服了他，那时子也要自己服那叫万物服他的，叫神在万物之上为万物之主。不然那些为死人受洗的将来怎样呢？若死人总不复活，你何为他们受洗呢？我们又因何时刻冒险呢？弟兄们，我在我主基督耶稣里指着你们所夸的口极力地说，我是天天冒死。我若当日像寻常人在以弗所同野兽战斗，那与我有什么益处呢？若死人不复活，我们就吃吃喝喝吧，因为明天要死了。你们不要自欺，滥交是败坏善行，你们要醒悟为善，不要犯罪，
因为有人不认识神。我说这话是要叫你们羞愧。或有人问，死人怎样复活，带着什么身体来呢？无知的人啊，你所种的若不死就不能生，并且你所种的不是那将来的形体，不过是籽粒，既如麦子或是别样的谷。但神随自己的意思给他一个形体，并叫各等籽粒各有自己的形体。凡肉体各有不同，人是一样，兽又是一样，鸟又是一样，鱼又是一样，有天上的形体，也有地上的形体。但天上形体的荣光是一样，地上形体的荣光又是一样。日有日的荣光，月有月的荣光，星有星的荣光，这星和那星的荣光也有分别。死人复活也是这样，所种的是必朽坏的，复活的是不朽坏的。所种的是羞辱的，复活的是荣耀的。所种的是软弱的，复活的是强壮的。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，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。若有血气的身体，也必有灵性的身体。经上也是这样记着说，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，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。但属灵的不在先，属血气的在先，以后才有属灵的。头一个人是出于地，乃属土；第二个人是出于天。那属土的怎样，凡属土的也就怎样；属天的怎样，凡属天的也就怎样。我们既有属土的形状，将来也必有属天的形状。弟兄们，我告诉你们说，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，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。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，我们不是都要睡觉，乃是都要改变。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，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，因号筒要响，死人要复活，成为不朽坏的，我们也要改变。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，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，这必朽坏的即变成不朽坏的，这必死的即变成不死的。那时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。死啊，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？死啊，你的毒钩在哪里？死的毒钩就是罪，罪的权势就是律法。感谢神，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。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，你们务要坚固，不可摇动，常常竭力多做主工，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。哥林多前书第十六章。论到为圣徒捐钱，我从前怎样吩咐加拉太的众教会，你们也当怎样行。每逢七日的第一日，个人要照自己的进项抽出来留着，免得我来的时候献凑。即至我来到了，你们写信举荐谁，我就打发他们把你们的捐资送到耶路撒冷去。若我也该去，他们可以和我同去。我要从马其顿经过，既经过了，就要到你们那里去，或者和你们同住几时，或者也过冬。无论我往哪里去，你们就可以给我送行。我如今不愿意路过见你们，主若许我，
我就指望和你们同住几时。但我要仍旧住在以弗所，只等到五旬节，因为有宽大又有功效的门为我开了，并且反对的人也多。若是提摩太来到，你们要留心，叫他在你们那里无所惧怕，因为他劳力做主的工，像我一样。所以无论谁，都不可藐视他，只要送他平安前行，叫他到我这里来，因我指望他和弟兄们同来。至于兄弟亚波罗，我再三地劝他同弟兄们到你们那里去，但这时他绝不愿意去，几时有了机会他必去。你们务要警醒，在真道上站立得稳，要做大丈夫，要刚强。凡你们所做的，都要凭爱心而做。弟兄们，你们晓得斯提反一家是亚该亚初结的果子，并且他们专以服侍圣徒为念。我劝你们顺服这样的人，并一切同工同劳的人。斯提反和弗图拿都并亚该古到这里来，我很喜欢，因为你们待我有不及之处，他们补上了。他们叫我和你们心里都快活，这样的人你们务要敬重。亚西亚的众教会问你们安。亚居拉和百基拉并在他们家里的教会因主多多地问你们安。众弟兄都问你们安。你们要亲嘴问安，彼此务要圣洁。我保罗亲笔问安。若有人不爱主，这人可诅可咒，主必要来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常与你们众人同在。我在基督耶稣里的爱与你们众人同在。阿们。